哇，你看那只也过来了，哎，这鱼好长，它的鱼都吃它的，它也过来了，鸭尾巴，哎，鸭子也来了，哎，鸭子都来了，鸭子会吃，慢，但它挤掉，哎，这有乌龟，阿姨，这么大群啊，哎，大群，对，哦，他们挤在一起啊，他们挤在一起来啊，哦，多好，锦鲤不是属于鸟科的吗？对啊，你现在锦鲤你看那个有那个，值得。有几条，几条蛋里头，要小偷一个小贼，来这边。对，那边鸳鸯也来了。他又来了。哦，通通都跑来了。那鸳鸯也跑来了，看到没？哎，小粽子，你小心，会掉下去哦。他都会过来。鸳鸯长得像。笑死我了！我要直接给他。你看他笑死了，看到他也好笑哦。哦，小贼猎。 一只两只，但都只一个哈皮，另外几只都。鸳鸯这个，哥哥游得很慢，一只鸟来了。这个很棒。哇，那只长好可爱，哇！哇，看到，长得像那个。没事，一个乌龟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那个头。这乌龟太多了。看到它有吃。你的乌龟不怕鱼，你看这。哎呀，还有一个。好多只哦。除了葡萄干，其他都。我刚刚直接丢到它嘴巴去。 乌龟，乌龟全部跑了。哦，你看，乌龟也来了，你不要挤到这边，我们都下。乌龟挤进来，乌龟抢东西。抢东西吃。可是他们有那么慢，他们抢得到吗？对啊。不要丢这个哦，这个比较重。那个那个葡萄不要丢。葡萄我吃掉，没有它的蛋泥的。哦，这家伙我丢一下，嘴一开就没了。 哦，哈哈哈哈哈！这家家没掉，还有一家跟跳开掉的。哦，这个黄金，白里透。那个什么都叫了。黄金鲤。哎，刚刚这小只的，红头的是什么？乌龟啊。乌龟，乌龟，好几只乌龟都来了，乌龟也都来了嘞。小只哎，乌龟。你看这只。 鳗鱼那一类，对啊，妖怪罐，好饿啊，有好多鱼，是头也很大，扁头鳗鱼，那么多嘴巴在抢，不要干脆沉下去啊，真的好大条，它肚子很饿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只有大只。 这也只有这边有放鸭，鳄鱼，游客多，很多好，每只都很大。哦，金的，乌龟，那两只鸭子，那个头，这是主力，那个是鳄。这是鸳鸯哦，鸳鸯，你拍鸳鸯啊。 跑很快，你看他不是哥哥，他游的时候脖子也会动。你看杂食性的。只要枸杞颜色，不是枸杞啦，这枸杞对啦，啊，那枸杞。还有这一豆有什么？有黄豆。什么叫黄豆？那小鸡。 嘴巴很大哦，哇！你丢那么重？ 哎，你搞，真的很搞笑哎！你给我过来。